姐姐要跟主播攀比啊！你要全家福打韩式，全家福吧。好嘞。这个魔方酥啊，姐。烤肠。烤肠的，这个是那个全家福的。好的好的。它也是要了一个双酱的。我们的酱双酱就是一个辣椒酱，一个芝麻酱，两个酱。花干。他特别喜欢吃这个酱料。这是辣酱哈。啊，这个是辣椒酱。好，我要个爆了，姐姐。不同的就是我们这个酱料特别好吃，他特别喜欢吃这个酱料。我们的两个酱中和起来，346号谁的？香辣的感觉。我这个是多少钱，姐姐？你这是12的，鸡蛋、烤肠、土豆、花干、生菜都有的啊。好。姐说一天卖300-400份，牛啊！哥要份双菜脆鸡。好嘞，8.8一份啊。好的好的，这是腌过的吗，鸡肉？是的，我们是提前一天晚上腌好的，我用的是这个鸡胸肉这个部位。哦，帮我少放点香菜哥。那不行，少放了不好吃。好。然后再把这个鸡肉唤醒一下。轻轻的按个摩。按两遍给他。好的。是哪里的特色呀，哥？四川的，乐山那边。下锅涮个5到10秒，替姐妹们先尝一下，香菜味拉满了，这下我闺蜜有口福了。